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人们对于生活的需求不只是要满足衣食住行的要求，更要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，所以服务行业才会慢慢出现。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网络时代，只要有网络存在，人们就可以时刻关注到任何事情。正是为了符合大众的口味，手机的各种 APP 才被开发出来。比如说比较火的短视频 APP， 因为很多有个性的美女发一些独特的视频，会吸引很多很多粉丝，在线上挣取一些钱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。像人们最欣赏的一个职业，空姐。空姐顾名思义，就是在空中为乘客服务的人员。空姐一般会选择颜值较高的，而且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才能上岗。在外人来看，他们的职业很是轻松，但是当你真正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其中的难题。很多空姐的工作也是不断重复的，提醒客人系好安全带，关好行李箱，给顾客分发食物，还要应对偶然事件。自从有了网络，空姐也可以把自己平时工作的视频发布到网络来记录一下